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莉莉，欢迎收看我的频道。今天呢，我来到霹雳州的十八町，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，可以跟着我的镜头看一下十八町的旅游景点如何。Let's go。阿豪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这个呢，它的名字我们称它为后，它是一个在恐龙时期就已经有了的生物，到现在已经超过几亿年了，它还活着，因为它本身是没有肉的嘛，所以恐龙都不爱吃它，所以它活到了现在。所以后呢，在我们这个世界上有四个种类，现在我手上的有两种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，它的体型不同，包括尾巴也不同。再给你们亲眼看一下。那如果是这种比较小只的呢，它的尾巴是滑的，然后好像圆柱体一样，你可以试摸摸看。好，比较滑的，它不会觉得突出，没有刺，所以这种种类是不能吃的，我们称它为圆尾后。圆尾后。对，圆尾后它是不能吃的。OK， 那我们来看一下另外一只。哎呀，逃跑了。那这种比较大只的话呢，你看它的尾巴呢就会比较粗，而且会比较大。上面还有刺。对，还有尖刺的，这个我们称它为南方后。南方后呢就是可以吃的种类，所以大部分人家就是吃它的蛋而已。吃蛋，然后呢它是没有肉的啦。所以可以看到它的那个内部呢，蛋通常就会长在壳的旁边，壳的周围。所以它的脚呢，这些是不会攻击人的，这个是嘴巴。但是看起来很吓人。看起来很吓人，对，有点像那个 aliens 这样子。对，它的壳很滑。对，它的壳是滑的。只是有时候有些地方呢就会比较粗，好像类似于上面这些壳的地方就会比较粗。好，那我们来说一下最主要的，在很多人会说后都是蓝色的血液。但是在我们这边并不是，它的血液只是黄色为主的，所以是没有那些做血清的功效。这个是因为养殖的关系吗？可能是因为地理问题呀，或者是养殖的关系，所以它的种类呢并不能拿来做这个血清的。对，那现在我来教你怎么分辨它是雌还是雄。OK。那如果是看这两只的话呢，大小其实类似嘛。对。当我们看它的前面的话呢，就可以看得出它的差别。如果它的前面它的壳的地方呢，就比较平的。圆的。圆的比较平的，那这一种的话就是雌的。那雄的话呢，在这边你可以看到会有一个curve 在这边。会有凹上来的地方，所以这个呢就是雄性的。我们是看它的前面，雌的就是特别的圆滑。对，但是雄的呢就稍微有一点点的波浪。对，就是这样子的差别。那看脚也没问题。那它们呢是有十只脚啊。十只脚可以看到，这边五只，这边五只。但是呢，如果是雌雄的差别呢，前面四只是不一样的。如果是雌性的话，你看比较细小。它的脚比较细小，然后它好像一个剪刀手这样。比较细小的。那我们看一下雄性的，它就有点像是螃蟹一样。就比较粗大，有肌肉的，有没有？看到它有肌肉，比较强壮。因为它这四只手呢，最主要目的是在它们交配的时候呢，它要搭在它的背后呢，这四只手呢抓着它的尾部，所以它们两只才会生活在一起。
啊，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厚了。我想问一下呀，比较敏感的话题 啊，可以。这个呢，在马来西亚是野生的，是可以吃的吗？野生的其实是可以吃，但是也要看种类，啊，也要看种类，其实都可以吃，只是因为呢这一种的话呢，它本身是带有毒性，包括蛋也有毒，所以只有吃它有毒，碰它是没关系，吃它才会中毒。明白啊。但是在我们中国，这个是可以吃，已经被列为国家的保护动物了。因为我们这边本身可以说，大部分能吃的都只是一个种类，那我们可以说是已经开始在有做保育了。哦。啊，所以呢，只是我们这边也没有人吃，就算是有这种大只的，我们也不吃，都是仅是观赏鱼给人家看而已。对。啊，给人家观赏，给人家了解这些资讯而已。很好，啊，感谢。不会，不客气。这个容易养吗？如果在我们这边海域是还好，其实是养得起的。哦，啊，因为我们这边的水它并不是完全是咸水或者是完全是淡水，它是和掺在一起的淡咸水，所以它是可以活啊，包括红非洲鱼一样，非洲鱼也是淡水鱼啊，所以我们这边还是可以活。Thank you.